是来办案的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也是来办案的。是来找死的。啊啊！疼疼疼疼疼！弄错了，这么紧？梁毅。哎，秦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说你呢，你。是不是动过那里的石头了？我这是拿来防身的呀。苏静，等着我，人都别动。走啊，咱们要走。干嘛呢你？干嘛呀？我掐死他！